一点也不容易哦，因为你们还是小朋友啊，不但需要融入你们的那个思考能力，还有掌握华文，在一起制作这个短视频，一点都不简单。让我们在这里掌声鼓励他们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能够有很多的机会，学习华文，爱上华文。